最近纽约的时装周开幕，各国明星齐聚纽约的争奇斗艳。中国明星，咱们的国民闺女关晓彤也亮相纽约的，一双大长腿气场不输。但是网友和其他明星一对比，发现参加纽约时装周的关晓彤却一如既往的土气，明明20出头的小女孩，穿的却那么像跳广场舞的大妈。关晓彤的造型一直被各路网友 diss， 对于别的女明星是战场的机场，关晓彤是这样穿的，走红毯的时候是这样穿的。其实关晓彤明明长相清纯又有学生气，也可以尝试一些清新的造型，比如说这场晚会的造型就十分清新又有学生气。关晓彤真的好好穿衣服吧，好好的大长腿真的不要浪费啊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